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哈、哦，他说有八种不同颜色，涂这 A、B、C、D、E 这五个区域，好不好？第一个特征，他说颜色不可以重复使用，好不好？所以说这五个颜色都要不一样，这样行不行？而且每一个格子只能用一个颜色，问你有几种涂法？换句话说，老师想请问一下，我原本是八个颜色嘛，我要涂这五个区域嘛。所以说，麻烦你从这八个当中挑几个，五个，这样行不行？问题来了，从八个颜色挑五个出来，会是 P 的八取五还是 C 的八取五？你观察一下，哎，比如说这个涂红色，这个涂蓝色，和这个涂蓝色，这个涂红色，一不一样？不一样吧。所以说这是我们先涂后涂顺序的差别，有。所以说是排列，所以说答案要选多少？P 的八取五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把这边麻烦你把它看一下。